影片开始之前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影片要开始咯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有看过我以前的影片，就应该就认得我们的 Jessica。Jessica，Hello。这里就是很有名的泰安楼，我们就是 explore 这里有什么很有名的 local street food 好吗？好，他们的很多shop 就是会在夜晚才会开，就是大概五点还开到凌晨哦。那边那个尾市很好吃的，我们要去吧。好，现实世界做好个人安全很简单，出门提高警觉性，旅游然后注意自身安全，这些大家都很清楚。但你知不知道最最最重要的隐私资料却最容易被忽略吗？无论是在机场、饭店或咖啡厅，只要使用公共 WiFi 都很容易遭到骇客入侵，怎么办呢？我选择是用 Surfshark VPN。 Surfshark VPN 就像是个人数据保护盾，会帮助隐藏你的真实 IP 地址，远离骇客和追踪者的视线。除此之外，不论旅游到哪，使用 Surfshark VPN 都可以完全不受地区限制，都可以继续追自己喜欢的剧和网站。你只要一个账户，就可以在无数设备上同时使用 Surfshark。 现在你可以获得独家 Surfshark 优惠，立即点击资讯栏连接，输入优惠代码即可获得专属优惠，加额外三个月免费哦。不满意的话，还可以在30天内退费。记得保护你的网络安全，隐私是非常重要的。现在开始使用 Surfshark VPN， 给自己和你的数据多一份保护。我觉得好像香港的热狗的感觉，嗯。那个大肠就吃起来有点像是香肠，然后再加上那个 mustard， 嗯，像热狗里面，但是那个天酱就让它变成比较那个不一样的味道。啊，没有想过皮蛋可以这么的好吃，就脆脆的，然后有那个皮蛋的香味。可是它就好像把它带到另外一层楼的感觉。就大家有吃过皮蛋，可是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皮蛋，不好意思，真的很喜欢，这个，这个非常非常推荐，非常好吃。这个是，就是牛仔，就是很有名的那个牛仔。好啊，要多少钱？哎，50啊。那个就是很有名的牛仔，非常嫩。哦，辣酱非常的辣。嗯，它本身吃的味道就非常好吃。台湾有没有这些东西吃吗？其实我不太认这些东西，所以不是很了解。嗯，但我觉得吃起来比想象中的好吃。嗯，我觉得那个浪，我以为它会比较硬一点，比较有嚼劲，可是也是很软。嗯，它炖得很嫩，真的很嫩，很好吃。这边是不是每一家都这么好吃？刚两家都是满分。上海的豆腐都是很好吃的。我们排队呢，就是吃那个杂炒，这是香港很有名的，就是其实就是炒面，还有那个配料，就是你可以自己挑的那些，就是这一个都是很好吃的，就是香港人的 comfort food。好炒一种，yeah。我们这家排了应该有半个小时以上，对，很久很久的，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试一下，对，一定要检查看看它值不值得排这么久。对，这里面看到很多料，这个我挑了那个银针粉，还有那个对那个 sauce 就是 XO sauce， 就是香港的那个很有名的 sauce，就是有一点点辣辣的。银针粉我是没有见过，银针粉就是在香港一个很 local 的noodles 的一种，但它就是一个短短的卷出银的一个粉状，就是用米做的，它有一点点 QQ 的感觉，嗯，好好吃，对，很特别，因为我想台湾没有这一个，完全没有，对，没有这种粉，有的像年糕的那种口感，嗯，一点点呢，没有年糕那么 QQ 的，但是都有一点点，因为它细细软软的，嗯，很好吃，它辣不会很辣，它是很香的那种。这个就是香港很有名的红肠，我想台湾没有这个，台湾也没有对吧？
吃上去就是好像上场一样的感觉，但是味道比较咸一些的，会咸咸的香肠味道。这看起来有点像是台湾的那个葱抓饼，对对对对对，里面有那个鸡蛋，还有 corn， 还有那个肉松，就是它没有葱的，就是只有葱抓饼。就我觉得它内容物这么的多，好像是一个可以真的可以吃很饱。对对对对，还有那个那边的那个食材，你可以自己挑，每一个就是6块港币，再配一杯豆浆就完美了。好吃好吃，你可以配一个珍珠奶茶。还有那个lemon tea， 这个时间点配那个珍珠奶茶就太邪恶了。这个呢就是很有名的章鱼小丸子，但是它现在关了，就是在11点的时候都关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太晚了，这个时间都不够，不好意思跟观众讲现在几点。这个呢都是很有名的鱼蛋楼，就是香港的 local fish ball 咖喱鱼蛋，还有那个烧麦，但是现在他们都收拾了3天，所以今天都没开啦。那最后呢就是要吃那个甜点对吗？没错，姐姐想吃糖水，没糖水那种。想吃什么？对，就是很 local 的，就是糖水，个番薯、芝麻、南瓜、红豆。两碗够啦，好饱啦，食咗好多啦。好啦好啦，唔该你，捞一下。一买一，1日元，1日元啊，对对对。感觉很健康，对，很 fresh， 很轻的那种。对，还有如果我们现在吃了很饱的话，如果真的要吃糖水的，我会挑这一个。因为这些都很饱，就是有 pumpkin 芋头，还有那个红豆，就是很饱很饱。他们 so many carbs here， 吃起来甜，没有很甜。没有很甜，对对对。香港甜点的特色就是。不甜，香港人不喜欢很甜，但是很喜欢吃甜点，但是不甜的甜点，很棒很棒，这样子吃起来不会腻，对，很可以吃很多，真的。其实原本我很怀疑为什么南瓜可以做成甜点，但是吃了这个完全不怀疑，我觉得就很好吃，对吧？对，就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南瓜本身就是甜甜的。其实还有一种甜点就是南瓜露，就是 pumpkin sweet soup。哦，它就用南瓜打成一个好像那个汤这样做的，但是它加糖在里面。那应该也蛮好喝的。茶还有那个milk inside，yeah， nice。Another one dessert， 很好吃。下次有机会，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很好吃的。Okay. 谢谢大家带我体验这么多这么道地的香港美食。那你 enjoy 吗？非常非常非常。你饱吗？很饱，但是感觉还可以再继续吃，因为太好吃了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会带你去更多的 bar explore Hong Kong 的 nightlife。因为有很多很好的吧，我们都还没去。好，我们下次可以继续，好啊，一言为定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下次见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